林哥哥，你一定不能出事啊。唐阁主，我来查证一下秦芷嫣的身份。是。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师父，陈兰，你的小徒弟来找你了。哎，西山主，加派人手，务必找到十七。十七。十七怎么了？他不是带着秦千贤跑了吗？他没回来，他又迷路了。小师侄，看来你对我们万路门的东山主很了解吗？略有耳闻。那个师傅，是不是你把陆十七找回来的？他之前都去哪儿了？他去给仙门主找不死草了。阿荣，此次行动虽说没有让柳苏若得逞，但是还是要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派一队人去查明柳苏若的动向。明白。这柳苏若一直蛰伏在凤山，所以我们需要尽快找回秦千贤，看住秦家血脉，再图其他。哎，小师侄，你今日所作所为可谓十分危险，惹你师父不高兴了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哄哄他。师父，你要哄吗？不要。我觉得要哄。你要如何？认错。你哪儿错了？我不该放任妹妹擅自行动，惹师父担心。除此以外，我也没做错什么。我会担心。哎，是是是，我回去一定说他，怎么能让师父担心呢？我担心的是你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倒是师父你伤势如何了？无碍，静养几天就好了。哦。师傅，我想把柳苍岭也带回万路门。你担心他？怎么会？徒儿除了师傅，怎么会担心别人呢？我就是怕他再被利用，又生事端。等过几日我伤好了以后，便陪你一同去。
谢师父。切记，不可擅自行动。什么人？林子玉，你来干什么？还有一个时辰，柳苏若就把柳苍岭杀了，除非你自己去凤山换的。苍岭哥哥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？你爱信不信。你干什么？我想下山去顺安镇住两天，好好帮你做好事。说实话，柳苏若让我去凤山会苍岭哥哥。不许去。我要去。你去就是给他们送血，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可是他们说要杀苍岭哥哥，我不可能不管。你这身功法连最笨的宗门门派都打不过，你能救谁出来？我学会了顺行术，我可以用顺行术带苍岭哥哥一起回来。你急什么？我都和莫晴说过了，等他伤好了便和我们一起去救柳苍岭。我等不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时辰就把苍岭哥哥给杀了。那是他们骗你的，你不去柳苍岭他也不会有事。不行，我不管。我说了不准去。对不起女魔头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秦芷燕，圣主，等了这么些时候，若是那秦芷燕不来，你待如何？她一定会来。哥哥呢？真假秦芷烟已捉弄过我等一次，你若要柳苍岭，证明给我看。你想要怎么证明？试试便知。我今日能来便能走，你先把苍岭哥哥带出来，我要确认他没事。苍岭，苍岭哥哥。秦芷烟，血，你先保证，我把我的血给你，你就放我们走。我保证。芷烟姑娘，我之前受伤用不了顺行术，你找人带我去凤山。凤山，
凤山的宗门大会不是已经被我等阻止了吗？别废话，我让你带我去你就带我去。我去禀报门主。沈烟姑娘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这就禀告门主，将南山主请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圣主，此前我可是听你说，只是取血而已。好，将他俩关起来。你说好放我们走的。圣主，不是说要放他们走，可我没说马上就放走。刘素若，金仙至今还未苏醒，未免事情有变，还是先将他们两个关起来比较好。事已至此，切莫因小失大，功亏一篑。稀奇啊，竟然主动到我这儿来换药。阿斯，过来搭把手。这是新的药材？是，妾是为真药。可去找药铺试药吗？不必，眼前不是有个现成的吗？走，擦药。拿我试药？荣幸吗？我看你这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我就把换骨也加进去了，看看有什么奇效。安斯，把它煎了。是。这药不是外敷过了吗？不是说是药了吗？我要外敷和内服一起才知道有没有用。那要是出人命呢？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早就说过随时准备去死了吗？明轩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看见你了。当年你带我走过的那条路，我盼着你醒来，再带我走一遍。
生理大道。潜心。昏暗。域内幽冥，域内一将断离。诸位，很庆幸，如今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有缘人，愿与其携手白头。自即日起，我骆明轩愿与柳苏若共度此生。恭喜金仙，恭喜圣主。刚开始还担心这药会和你有相斥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契合。我在用药之前还在想，到底是用武灵芝、海飘萧和它相配呢，还是用凤尾草、山碾子？杀不杀你，我问过自己很多次。或是寂寞、仙鹤草、墨汉莲，反正我最后是蒙对了。我真是个奇才啊。才刚好，不要出去造作。我问你们，人呢？属下不知。门主，门主，秦芷烟呢？芷烟姑娘昨天让我带她去凤山，后来又说不用了。我来的时候，两个芷烟姑娘都不见了。守在门口的安罗卫说，昨天里面好像听到吵架的声音。哎，门主。关我妈的！哪来的你这妖风啊？不
不算，快点来，行，钱给你，钱给你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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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钱给我们，没钱呢，就把钱给你了。门主。陆正阳，我知道你在。正阳，陆正阳，有什么事可以与我商量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商量。骆明轩没醒，万事好说。若骆明轩醒了，那就没得商量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，不许任何人帮，也不许任何人拦。我便是死了，从地狱里爬出去，用一副残躯，一架枯骨，我也要让他骆明轩白练这副金仙之躯。为了这一刻，多辛苦都值得。闪开！干嘛呀？闪开！什么事儿啊？包上，神经病！闪开！看着点啊！闪开！哎，阿姐，
阿姐，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你有话可以直接说嘛。替我买几颗空空丸。哎，我说什么事这么着急呢？我这自己开店做生意，难道会跑了不成？我现在没有银两，你替我买，日后我还给你。这，我，你想让我自己买我自己店铺的东西啊？买，还是不买？这个恐怕无法。哎，阿姐，哎呀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。虽然店铺是我自己开的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苦衷啊。我长话短说，你必须得听我说完，不然真的没人能帮你。其一，我自己的名字不叫做自由，我叫做什么我也忘记了，所以你要还我钱是不可能的。其二，咱们七指地有条铁律，我帮你买东西是可以，但前提咱俩必须得是亲属关系。瘦了好多，嫌弃我了？怎么会？你的东西，我都留得好好的，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。继凤山，以你命助你大喜，听着就喜庆。如今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将未完成的婚礼完成。要不是那陆朝阳，我们早就结成夫妻了。好在他已经死了，没有人再会打扰我们了。陆朝阳死了？几年前他御八万军舰，死在了舰冢内。宗门如今如何？自你被封印后，宗门犹如一盘散沙，不似之前万众一心。不过还好，可以同万路门平分秋色。既然陆昭尧已死，剩下那几位万路门的山主理当无法和我们抗衡，怎么会有如此的结果？仅凭几位山主自然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只不过万路门的现任门主并不简单，想来明轩应该记得他是谁。谁？魔王之子厉尘兰。石天明如今何在？他与其他几位门主在凤鸣殿等候，等你出去共商大事，主持大局。好，我去看看。阿
小姑娘，我看你模样端正。大娘，你干嘛？哎呦，这屁股也翘。生辰八字不妨告诉我，看看跟我儿子八字合不合。大娘，我看我跟你儿子不合适。你再考虑考虑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的呀。不了不了不了。姑娘，你别走啊。别走。你别走。我愿意和你儿子成亲，现在就可以办婚礼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把空空丸作为聘礼立马给我。这姑娘模样端正，屁股也翘，好，就是你了。我们马上把婚礼给办了，把红书给签了，我马上就把空空丸送到你面前。我要最贵的那颗，只要我儿子喜欢你，多贵的都成啊。我要八字了。八字都要一撇了，还要什么八字啊？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。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。我有儿媳妇了。儿子快来，娘给你找了个好媳妇儿，赶紧过来看看啊。哎呦，我儿子胆小，以后啊你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别怪他啊。哎呦，你愣在那干嘛呢？赶紧签红书啊，签了红书咱们好去买聘礼呀。来，儿子，你不喜欢吗？签。说喜欢。我喜欢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赶紧签。快签呐，你媳妇比你都着急，你快签呐。快签呐啊。快来来来来来。来签。签。哎呀，妈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禀门主，有消息传来，金仙已经复活。子玉知道本不该来无恶殿当值，只因秦芷烟背叛了我万路门，将血献给了柳苏若，以致金仙复活，所以子玉认为……为什么你肯定是秦芷烟背叛了万路门？秦千贤也下落不明，为什么你不怀疑他？我也是猜测。队长，门主，请门主息怒。让开！门主，你的眼睛。来人，将林子玉关进地牢。门主，魏长的忠心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还请门主三思啊！闭嘴！你再帮他求情，一并关押。
门主，你以为你的忠心算什么？你不过是厉晨岚手下的一条狗。派阿罗威前去凤山支援。是。你醒了，你伤口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承蒙东山主费心了，